你的头发好像有点乱，好处想至少有最上面可以放。其他先不说，你刮胡子不用照镜子。阿B，要不然今天我载你。嗯，好啊。我帮你用。 大板嘞，要这样，对了呗。嗯，哎，哈哈哈哈，我女友就是这样，演得太真实了。看来平常男友怨气很重哦。